一起翘学吧。今天要干嘛？今天我们受到台中市政府邀请来宣传台中国际财务嘉年华。今年呢，除了邀请到我们的国际团队，还邀请到我们的台湾的优秀的表演团队。听说里面就有两个学校特别厉害，是新民高中的表演科以及青年高中的表演科。那我们等一下就来去他们学校突击他们的练习现场，找他们来挑战我们的随机舞蹈大赛。好，走，我们废话不多说，走。我先问一下，你们是在练习什么啊？9月30的财舞嘉年华。你们准备了多久？我们这支舞其实也是带去日本整中季的演出，所以我们大概准备了2-3个月。我有偷偷听老师说，是唯一一个代表台湾去日本就表演的团。这支舞的主题是茶，因为日本也有喝茶的习惯，台湾也有喝茶的习惯，所以我们以茶的主题来作为交流。同学们，大家好。想问一下同学们在练习什么？我们在为台中国际财舞嘉年华做准备，准备了3-4个月。我们的舞风是打破以往传统台湾民俗舞蹈，然后今年我们青年高中表演艺术科想要用现在流行舞蹈来呈现。我们这次的主题叫做飞蛾扑火，那个火呢就象征我们大家热爱舞蹈表演的那个希望跟梦想。哇，那你们受邀的当下的心情是什么？就是很刺激，很兴奋，因为大家聚在一起就是为了梦想而努力。老师平常都怎么教你们的？用爱。谁最皮？谁最皮？来，一二三，手指向那个最皮的人。来，一二三。就是呢，希望你们今天能够跟我们一起去台中市民广场进行一个 K-pop 随机舞蹈的挑战。大家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。Will you run away?我们现在已经在台中市民广场了，到时候就是台中国际财舞嘉年华就是在这边这边举办。那我们今天就是直接在这边 PK 起来，要不要？你先来啊！我的阵营新民高中在这边，来，在我右手边的是青年高中。我刚刚待会呢，就是来一个欢乐的一场 K-pop 随机舞蹈舞蹈交流，对啊，交流一下，互相交流一下。交流一下这边后面准备好没？准备好没？好了，你这边呢？也废话不多说，直接开始我们的挑战。3, 2, 1。5, 4, 3, 2, 1.
for 3, 2, 1. 随机舞蹈大赛就到这边了，两间学校真的是势均力敌啊！没错没错，给自己掌声鼓励一下。好的，又会是我们台舞嘉年华的嘉宾。对对对。提醒各位，2023台中国际台舞嘉年华在9月29号到10月1号在台中市民广场举办哟。到时候不仅有彩街表演，还有大型舞台表演，还有什么？市集可以挂。没错。最后，全体同学邀你齐心共舞，欢聚台中。下次见，拜拜。 1, 2, 3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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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